要去看秀喽。Presentation， 我们现在要前进 Polo 的 presentation。今天进来这里，不觉得他们的showroom很漂亮吗？就是非常的舒服。他们其实他的工作室，然后他们这一季还有那个 jacket， 它非常的女性化。因为 Polo 一开始是男装，然后他们会把一些男装的元素融入到女生里面，然后他会有一些剪裁的部分，就是非常的好看，超爱 love it。现在要带你们来我最喜欢的一间店，就是三步边。它的肉桂很香，但怎么给大家看呢？超喜欢的两款，很好吃。因为这间店呢，就在 SOHO， 在 Spring Street 这边。然后因为很多试镜都在这附近，然后很多秀也都在这附近。那你在跑试镜的途中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冲进来这间店，然后买一杯热热的 Ginger Lemonade。它会非常暖身，在冬天的时候非常适合，然后就可以赶快进来喝一杯热姜茶。